谢谢。啊，刚是这个周末呢，全体刚刚聚会，所有乡亲大家，啊，大家拢身体健康。
用餐，有拢食拢有丰收。为小食个袂希望，为输食就为无心。做官不叫，行行诚心，凡有所求，如意如愿，大行吉祥。感谢大家，休劳时间对咱老天过，咱家各自咱头子成功是咱的奖。大家今日呐对咱老天过，这个红梅今天也好不少做饭，敬请咱上山主公。
其实不大一样。所以我们除了看热闹，还要看门，大家了解一下，帮大家说明。上不到，反正从。
Thank you.
Thank you.
Yeah.
谢谢。啊，多谢大家哈，大家拜托哈，谢谢谢谢。现在由南投慈善宫所聘请的啊是十家将，十是十几天这个十，一个人字边再加一个十哈，啊其实十家将不是十位组成哈，它是八家将在往上延伸哈，啊前面一般前方会有文武二差，文武二差，文差辞令牌，武差辞令旗，然后接着会有两个亚班龟，亚班龟就是拿长的鞭那个甘柳二将军，甘柳二将军之后就是爪鱼牙，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谢范将军，也有人说爪鱼牙公号爪鱼牙，接着后面有四位叫做四大神，春大神，夏大神，秋大神，冬大神，春夏秋冬，然后十家将还会在最后这个整个将团的最后会再搭配文判官跟武判官，文判官就是头戴宰相帽，手持真史簿及宝笔，
武判官、手持金铃及宝扇哈。那石家庄在台湾啊，通常都是王爷的体系，王爷信仰的体系，称之为王爷驾前的欧阳大神。这个台湾真好哈。以现在的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行政体系上来说，有点像现在的刑事警察啊，刑事警察。那石家庄其实也象征在传统过去传统社会里面啊，整个司法体系，整个司法体系哈、啊。那从前面第一个文差、武差接令传令啊，甘柳二将军两班规，两班规竹编啊，两班规来捉缉拿这个犯人。然后谢范将军拿瑜伽及大锁来锁这个犯人，最后春夏秋冬四大神，四大神哈啊，分别持火炉、铁锤、蛇以及啊这个法器啊，象征拷打及拷打的这个仪式哈，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刑事司法体系，刑事司法体系。那。再加上最后文武判官啊，象征传统的城隍体系或司法神的体系里面，文判官跟武判官刚好是神明驾前的两大助手啊，两大助手啊。传统过去石家将的这个展演会很强调啊威吓，传统的威吓警示的效果啊。那我们请各位现场的善心大德啊，务必配合，请尽量让出空间哈，因为我们家将在操演，还有一定的动作及传统的意涵啊，我们希望啊各位啊，我们家将的这个法器不会啊怕恐怕打到各位啊，请各位啊千万配合哈。那石家将的展演在啊林茂贤老师的这个研究里面，其实石家将的展演融合多项台湾的传统艺术，包括传统的国术啊，国术，还有彩绘、刺绣，然后还有展演以及宗教的意涵啊。那它每一个展演啊，会有各自不同的意涵，包括啊，推音游、推戏蒙啊，打班规，然后像。啊，前面是为了甘柳二将军加谢范两将军会形成一个阵势，后面是为春夏秋冬四位大神也会形成一个阵势，然后象征石家将到此地代表他所所属的这个神明来到此地赐福降祥除秽啊，有很深的这个传统社会教育意义哈。啊那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石家将是来自台东地区的好朋友们啊，非常的感谢哦，台东的圣贤宫的石家将哦，特别来赞敬哦哈，特别来赞敬哦，远从台东来的好朋友们。请把呢甘柳二将军哈来呢柳前来拜见哈。啊，下来是咱大姨啊，哈，恭迎大神，
来庙前洗脚拜礼。修丹修在心啊，咱拜礼了啊，最后是温故以化花哈，温故以化花啊。第十三种，这个顶头后面啊，一个大乌莲哈，乌莲啊，代表众神的纪念，一个乌莲莲子酒哈。各位啊，很多市民，请你注意哈，现在十家将在超越。如果你从正头的中间穿越，这里是高雄超越台北市很大的禁忌，叫做跨林啊，这个是很大的禁忌啊，所以请各位务必配合啊，我们要尊重我们十家将的各位大神及超越的老师啊，他们啊依照传统的习俗哈。现在咱是朝九啊，上头前带队的兄弟啊拜礼了啊，由啊文武文武车文车武车，请这个火皮衫的文车武车拜礼，拜礼了，祝大家好，我们全团队感谢，啊，咱在座大家百天幸福的啊，是朝九啊，各位乘车老师好。好，再讲一下，我刚刚做文章，我刚做文章，第三个，然后呢，把这个老师做教，然后呢，把来，大家来，接下来，来心跳，来心跳哈，安霞。好，我们的趴下，有趴下，安霞，不叫做，然后心跳，掌声，把这个来啦。
那老师请说，你刚刚在做什么？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里，我为你的家族在台湾开展会社。我要先来台湾的场地，唱给三千好听的。你的心在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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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在别名朱神天，阿是朱神妈后，阿有好少。你今天想献给朱神妈，今天有献给英雄太祖，因为有将行啊。阿拉朱神天，阿拉你这关注，这是大海啊，救到非常多非常多神仙大变，阿是这神仙大变。
起来啊，欢迎各位来啊。
啊，咱南投就先跟除了福彩米酒妈祖、米酒品种七色之外，啊，咱南投在秋天有雪的啊，那就很多啊。啊，秋天有雪的啊，各组织啊，知名的艺人，常常在福州啊，啊，有非常电动的这种视觉豪华的。啊，不过今天要走上去点歌，那来就是这个阳光喜悦再现度。是定义从满意界啊的很重要的，也就是什么啊，常年保佑他，就会有他。啊，我们安排就是说，理解工作啊，表示呢，这里啊，这个量十分幸福的啊，那个我的那一家啊，就这样子是，先生啊，这个申请十分感谢他们这样子对他。协助以及发展，来一首方便拉倒这些歌，我们的民歌，大家都懂哦。啊，对于一个健康大锅底下，啊，所以特别要听唱歌拉倒这些歌，我们相关的节目。谢谢。
祖祖，来祝祖爸祝祖圣乐，来祝祖来祖家树花平安好，来俩感谢咱每一个关注，阿祖阿祖咱祖祖是对咱大家祝福。Yeah!